第10题，三种化合物 NO、N2O、NO2，当具有相同的氧原子个数时，三个化合物的摩尔数比会是多少？我们看到呢，我们的化学式是 NO、N2O 跟 NO2，所以当我们各有一个的时候，我们的氧这里会有一个氧，这里会有一个氧，这里会有两个氧。现在我们的氧要一样多，假设我们都变成两个的话，那么这边呢要有两倍，这里呢也是两倍，那么这个呢就是一倍，所以我们出来的数目就是2，2，1，所以呢我们就是2:2:1，指的是分子数比2:2:1。所以第十题问我们说三个化合物的摩尔数比会是多少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A 2:2:1。